界开放大众试乘，预办登机怎么用？等了20年，机捷终于开放一般民众试乘，现场排队抽取当日试乘号码牌，就可以免费进出各站，自由搭乘直达车或普通车。A1 站可预办登机，托运自助行李。但是只有搭乘中华、长荣、华信和丽荣等4家班机才能用。完成办理预办登机、托运行李的旅客，就直接获得乘车券。有什么要注意呢？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将我们的行李放到登机台上方。特别呢，有一个箭头会显示红灯、绿灯，来确认你的行李有没有放置在对的一个位置。在托运完成之后呢，必须确认你的行李已经通过 X1 机的一个安检之后呢，才能离开这个位置。扫描我们登机证上面的一个条码，抓到我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资料之后呢，提醒你哦，你有一些不能携带出国、不能放在行李托运的一个物品啊，请你做一个确认。接下来它会出现一个确认你的一个航班的一个资讯，这里会出现目前我这个行李箱呢它的一个公斤数，它就自动的打印出一张行李牌。突发中心桃园报道。